还有几个啊？哇，白色的吧？前面那个也是礼物吗？这两个也是。啊？这两个也是。是一样的吗？算两个。算两个还算一个？算两个。就是拿水杯，来先拿一个吧。可是感觉是一样的哎。再尝个梨。书房。哦，书房。对，应该是书吧？啊、还是我专辑那个？17号。恭喜你们！还有多一本书来吧。这比较厚，就是每个不一样。这样不一样啊，这比较厚。这里面厚，里面全是包装。13号。哦，小龙。白色的吧？还有最小的，最小的，这个 lucky number 14。嗯，哎，这是 Mandy 的吗？对，我的。哦，看到你的名字。14号，先是14号，他有写卡片。哦。贵啊！贵贵啊！是拿前面的那个吧，纸袋对。18号，这是谁的？18号，哦，给你的。谢谢。红色的。7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因为他都讲到18号，我们先从7号说起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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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